际上机器人它就是模拟人嘛。那么它人分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骨骼，第二部分是肌肉。实际上我们对于骨骼的模拟已经非常成熟了。那一直上在学术界有空缺的、空白的，就是对于肌肉的仿生。那我们在学术界叫软体机器人技术。那样技术有两个大特点，第一个是安全，第二个是低成本。那么尤其像我们这款机械臂，它实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。那实际上它的成本只有2000元人民币左右。同时呢，它又是极其安全的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随便的撞击它。 极限负载可以达到100千克，甚至做一个人都可以。另外呢，它的防护等级会比较高，它就是比如说雨雪这种天气，它是完全不用在乎的，它可以一直在户外进行工作。那么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应用的场景，包括像电厂的巡检啊、园区的安防、火灾的提前的一个勘探，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物流运输等等的领域都可以应用。